姨妈，姨妈，现在 ，now， now， 姨妈。今在日语中表示当前时间或现在的意思，它可以作为名词或副词使用。记忆方法可以结合今晚来记忆，发音 ，home， 有实则发音 ，ima。例句 ，ima wa yasumi desu。现在正在休息 ，honban wa otsukisan。今晚有月亮。让我们一起边看动漫边学日语吧。今のでいい。今のでいい。目前还好。今まで俺は。今まで俺は。直到现在我。你学会了吗？